第三轮资格赛，如果这个人出来答了五题的话，今天应该就会有三只小猪。天哪！只要答五题以上，三只小猪确定，对不对？加油哦！哦，加油！请看第一个提示：世界最营养水果，最营养水果是什么？第一个提示，再看十秒。加州卷素材，哎呦，我都不会想啊。Avocado 洛梨 ，Avocado。Avocado。洛梨答对没有？洛梨。恭喜答对，漂亮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我的这个一直都不会想，还是你们关掉了？有啊，来恢复。啊有。啊有哎。他真的很想血池，我很想上去，坐的屁股很痛。小优干得好，那进到节目公开赛。小优同学，世新大学广电系毕业。对，三分钟的答题时间，请加油，来准备，请出示节目公开赛题型。这里来的第三次，第三套题目，看到没有？闺蜜聊感情，因为你跟 A 瑶姐妹花两个人呢，在里面是感情非常好，还不错。日本行电影去，常常和闺蜜游日本，刚从大阪回来。醋咪小小兵，醋咪就是台语醋咪啦，啊，小小兵。天然美甲，哎，你常做。瘦身美腿，你注意。没人要的圣诞节，说的是你很在乎圣诞大餐的安排。节庆招桃花，只要逢年过节都会有相关的应景活动啊，你是很重视办活动的人。对，含金量高手游，含金量高不高不知道，但已经很会打传说对决。哦，有，可以选题目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看，啊，这边我最爱的就是圣诞节了，我没有没人要啦。请助理。2019年 Kipo 大数据关键引擎统计了网友最不想收到的交换礼物，第一名是糖果饼干，请问第二名是 A 马克杯 ，B 绒毛玩偶 ，C 卫生纸。第二名，我的答案是 A 马克杯。对，马克杯。会想收卫生纸？可是因为卫生纸。比较少数吧，还是但是还是算用得到的民生用品。马克杯真的收到会生气耶！圣诞节如果抽到马克杯，我真的会直接摔破。太夸张！为什么？除非是真的是什么？我就很喜欢马克杯。可是因为家里真的已经好多杯子都放不下了，然后马克杯那个便利商店常常会集点一堆。认为他答对举手。我讨厌马克杯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我会觉得好像没有用心准备礼物的感觉。很想往那个人身上扔，马克杯真的很没有。但是我们这两位女性同胞就不这么想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马克杯还 OK 啊，还 OK 吧？实用。我觉得那个绒毛玩偶我不想要收到，因为它放着过一段时间我就不喜欢它，而且会有那些灰尘跟占位置，还要占位置，家里太多要占位置。哎呀，你没有妈妈就是一个占位置，所以你也选绒毛玩具啊？我是啦，绒毛玩具。绒毛你也不喜欢，你也喜欢不喜欢绒毛玩偶的？对，不喜欢。你也不喜欢。马克杯送给我没有用，可是我可以转送给别人。对啊，但是卫生纸就到处买都买得到啊。就是卫生纸才会生气吧？对啊，我们拿一包卫生纸干什么？可以用啊，可以用，可以用，每次都用哎。而且是必买，马克杯可以，马克杯可以喝，一定用得到的东西啊。好，我们这样这么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已经快吵架了。大家意见不合，意见不合。现场这几位已经意见不合，兵分三路。马克杯，真的吗？来告诉我们答案。他答对，漂亮，答对。真的不想收到马克杯啦。对啊，对，马克杯，那感觉是家里不要拿来。马克杯还是可以喝，每年买好几个马克杯，好讨厌。来第二题，好啦，招个桃花，我需要桃花。节庆招桃花，请助理。民俗专家表示，未婚男女若想求个好姻缘，在哪一个节日当天去拜月老庙会较灵验 ？A. 元宵节 ，B. 中秋节 ，C. 冬至。拜月老不是要元宵、中秋、冬至？哇塞！我的答案是
锁定。你没有发现吗？该不会是冬至吧？以选项逻辑，前两个都是节，应该是冬至。你有没有发现？难怪找不到桃花。拜托，你起码找得到豆花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发现吗？逻辑两节一个冬至。我只是很简单想，元宵节那附近的时候，好像大家节日比较多，我那时候真的会去拜。我都是那个时候去拜，年初的时候。谢谢揭晓。没有桃花。正确答案就是冬至。冬至刚过啊，如果当天呢，你有到这个各大这个月老庙去看，就会发现信众相当的多。为什么冬至这天适合拜月老呢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冬至这一天呢是这个夜晚最长的一天，所以过了冬至之后呢，白天就慢慢越来越长了。而且这个时候呢，代表一切都要万物复苏，这时候你爱情的萌芽也该开花结果了。那么冬至都要吃汤圆，圆又代表着缘分的缘，所以在冬至这天呢，记得汤圆一定不能吃单数，要吃双数才能够成双成对。到月老庙的时候，可以带五色线啊、桂圆、红枣、甜点、水果去拜月老。月老喜欢假滴滴，然后你在拜的时候呢，把你自己的身家姓名一切报得越仔细，月老就越容易帮你签到对的人哦。哎呀，生气！那只答两题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有下一回合呢？不是三只小猪喽，下一回合这个再来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动力，赶快来订阅哦。